对，嘴巴是要的。这么大吗？你戴上那个美瞳就是这个。头发是马哥的，头发是马哥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头发怎么可能马哥？不是我的，头发是张哥的吧？张志远吧。我头发会是这样吗？我头发不会坐左边，那就张志远。但是头发像是我的呀。赫尔是每个人必须出现吗？不，从这发际线来看，不一定每个人必须出现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像赫尔，像赫尔的。点个赫尔吧。我说实话，像赫尔。那这鼻子又是谁的呢？因为我，斌哥的。没有鼻子，应该怎么可能是我的鼻子？有可能鼻子是赫尔的，头发也是赫尔。我鼻子不长这样。问题不大，反正是试一轮。我不是这个鼻子，我鼻子这儿不是凸出来的。你反应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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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反应文。是只看五官是吗？啊。那我最后头发，我头发猜对了，头发猜对了的。两只眼睛，然后一个。哦，那我拿分分。明白。明白。好了。你就要靠大家了，这个就是。耳朵是张哥的，你的耳朵，你的耳朵，一只耳，张哥没有耳朵，一只耳。你自己说的嘛，没有耳朵。我真的，你仔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说实话，这个真的是两个人嘴，说实话，看不出来一点。别吓他，跟一样，好兄弟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一看就是你的兄弟。他是这下嘴唇有肉的。我说，我跟你实话说，这一看就是你的嘴。像不？我一看明显跟你说的是你的了。哎，张哥的嘴巴在大家印象中怎么这么平凡啊？大家都记不起他的嘴巴是什么样子。我一来就跟你说张哥的嘴巴。我以前跟你说，今天好像是。没事，我有分。你几分？嘉轩不得给我一分，嘉轩送我一分吧。你是不是应该倒给我一分？我也没分。我听了你的意见，好像你们一堆人给了，好吧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现在是三组，耶！yeah, 我喜欢二这个数字。当当当当，棒棒棒棒，当当。有你和二。嗯。因为我要开始了。嗯。怎么？你是二，我是四。你要告诉我这所有人吗？我除了你还是你。回头转头还是错。四，你是二，我是两个。贺老师怎么分两个？你们听啊，你们哎，不是，你们听他们说什么？各单位注意，贺老师两分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他不怎么。啊，你好意思问贺老师？别说他两分啊，怎么你照两分是这样很。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？哎呀，没什么没发生的。不要再天天两分两分两分，不就是得了个两分吗？他得两分是一次两次，两分怎么了？我除了你除以，什么问题吗？我除以你，没问题啊。来吧，反转吧，反转，反转，你就说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吗？二除四等于几？啊？积分不管用。积分不管用。要拍得清楚是吧？那动作不就好了吗？对，我可以快前一段闪电。single ladies in my life， 告诉我如何去爱。我录视频咔不就行了吗？拍实况，拍实况。不录视频啊，我就录视频的时候开。哎，而且还不能拍。但我是拍着视频拍的照片也行吗？来吧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是截图啊，他不是拍视频的时候旁边有那个按键可以拍视频。对啊，为啥不可以啊？我那也是拍照，谁跟谁组啊？什么规则啊？听不懂。什么规则？我不知道。没事，你先分组，先听分组。接着报，十有两分的剪刀布。好，我们四个。小贺没说。手剪刀布，刀布。哎，好，我轮空。我也轮空了。我也轮空了。那再来一次吧，那就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，丁哥。啊，那我轮空这个人呢？那我加一分吧。我很需要这一分，兄弟们。啊，我们要，强哥。
趁早拍照。大姐嘛，也可以让他加一个。那我更丁克隆火龙果肯定是。能来了。我跟马哥。这圈会不会流到别的脸上去呢？那我要是就这么甩，是不是？他就上去拍到我脸了。我就让他。但是甩，虽然你赢了游戏，但是这个照片让人笑一辈子。给你裱起来挂卧室里面，前面的。你把头发弄没了。在拉屎，你在拉屎啊？上场了，你说咋了？我们要干什么呀？就是拍互相的丑照。那肯定我赢啊！怎么拍的？就互相打拳，肯定是我赢。互相闪躲。好尴尬啊！这不是这个手机吧？他现在不行吧？他现在不行吧？他现在提前开始卷我，还提前开始卷我，全部删掉。就是就是你怎么躲他都能把五官拍去，除非你把手机这么横着，你在你脸上能拼凑一个五官就行。那我们俩现在要干嘛呢？打拳？闪躲，闪躲，谁看谁能把对方的脸拍清楚？输了面容。好，来，我们倒数十秒。不能开实况啊！你开了吗？不能开，不能开。你实况在哪的？你们不知道有个东西叫 live 不能开吗？我说怎么闪的？来，十、九，没有实况吗？七，实况好好用。六，那我们来检查吗？躲着的，我们三个检查好吗？这个有技巧，他一直我已经掌握了赢胜利游戏。一张还是吧？一张，怎么来的？不知道，你捂着脸。对，娇羞看起来。过了。这谁呀、啊？没有。哎，有，没有，就一只眼睛。没了，顶了一张。不是一视频。马哥赢了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耶！你前面哇，一张就没有设置了。赢了，我手机被他抢过去了，我还能赢？你赢了，我下一把要这样。刚刚被打成这个样子都没赢。马哥好强啊，我好爱马哥的。一张都没有遮住，那没法，我得看嘛，我不鼻子太挺了也是种错。一张没有遮住。鼻子太挺了，没事。一张没有遮住，没事。帅就完事儿了。啊，轮空翻译了。啊，梁文也是。梁文怎么了？梁文也是。梁文说包括在内吗？梁文包括在内。哪个你赢了两场啊？啊，赢一场。赢了谁？你跟那个夏轩哪个在跟我打？那么两场吗？哦，那我赢了两场。对啊，我哪个赢了两场？好强啊！你赢了三场。对，张了三场。我不是人，马公明。我不是人，马公明。但是我的播出去了。哦，这时候都。我和丁哥都是赢了两场。张哥少加一分。对，马哥少加一分。我们来看谁拍的最好看吗？不是他拍的最少。他一张没拍到，怎么了嘛？我负一张。Nice。我们照片谁拍的最多，是不是也得加一分？不是啊，但是马哥前几轮拍的。没有，我说你前几轮拍的。开玩笑的。我吃羊肉，能不能烤回家？让他把羊寄给我们，能不能自己烤？让他包了锡纸带回家吃呗。可以啊。不，我自己回去烤。我们有炉子吗？在院里支个。对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在院里支个炉子烤全羊。带回去就搜了吧。之前烤全羊都是不像那种弄成块的，它就是一只羊。对啊。然后它那个皮撕的那个，它昨天那样子，我没想它是那样子。不是，那羊肉一点膻味没有，感觉。确实。昨天那羊肉真的没膻味。还真的在吃。而且它的皮很脆。对啊。放血就没有膻味吗？放好了估计就好了。放干净了。就是有些人就放你的脖子，跟羊也有关系。我特意很热，它稍微也没那么重。个羊就对，也是。
哦、好想吃啊！我们，好想吃啊！我们现在怎么了？好饿呀！三个金，三个水，念什么？我们现在怎么了？秒啊！三个金，心啊！三个水，磊，三个羊，三个土呢？三个土背，嗯，摇，三个羊呢？好，我讲山。我的眼睛，他现在欠我34拳了，是因为那个眼影的颜色不太一样。34嘛，那我欠个整吧。40。记得吗？40拳了。嗯。但是有个专门的小本子，我的脑子就是小本子，整个上天天天都对。真的吗？好恐怖啊！啥嘛？天蝎座咋了？天蝎座记仇，我相信也是天蝎。蛮喜欢的。那将会是一场硝烟，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本身就记仇。